反正这人夫就不一样。阿可的侧脸有催产素。那你的侧脸有什么？侧脸有痘痘。袜子湿掉啊。坐沙发，导演希望我坐着。很稳，玉的家庭。嘿嘿，对不起。我包包昨天忘了拿回来，还是。会静一下，谢谢。我要吹洗哦。你看他抓过来要丢，丢到这里。哇！这个是什么？一样的吗？一样的。学长要用那个阿奎口袋掉出来十块，不是口袋掉出来，是因为我平时要来这边我没在听，所以我刚刚演的时候都用十块钱。没有那个，我还有还有，我还有三十块，块很多哎、欸。我姓韩，那就是 MV 顺利，没对，专辑顺利。很缺钱。我不答应你。